好啦，呢一条数就问啦，呢一个 polynomial 个 degree 系几多？嗱，逐个睇下，八 x 嘅五次方，咁咧佢个 degree 就系五啦，因为 x 呢个未知数嘅次方系五啦。好啦，第二个 term 负四 x 四次 y 三次，咁佢个 degree 咧就系将所有呢啲英文字母呢啲 variables 嘅次方相加，四加三即系七。到第三个 term 啦，正五 x 四次 y 四次，咁个 degree 咧就系、x 有四次方啦 ，y 有四次方啦，加埋就系八啦。咁最终成个 polynomial 嘅 degree 系几多咧？就系揀咁多个里面最大数值嗰、那个，即系八啦。所以成个 polynomial， 成个 polynomial 啊 ，degree 就系八啦。